大家好，为各位介绍这项商品，这个是 BWS 专用的一个飞镖的一个贴片。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100%碳纤维所制造。那真空热压款，真空热压必须由这个开模来生产制造，而非采用原厂一般的一个原厂件下去包覆，或者是一个纤维件下去包覆。那开模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利用热压的方式，让这个贴片形成一个薄薄的，大概0.1到0.2毫米的一个厚度的一个贴片，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然后贴片的方式呢，因为开模的关系，所以密合度都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情况存在。然后背面有背胶，那像各位车主呢，各位如果有没有发现？在各个角落的地方有安装一个这个螺丝把它锁住。那基本上这个车主呢比较害怕说万一用贴黏的方式不够牢靠，那直接用这个在重点的部分各个顶端的一个角落用这个螺丝再把它做一个固定跟加强不会有这个绝对不会有这个掉落一个情况。然后呢，